嗨，大家，我是豹子腿方长勇。我们今天来到了新庄棒球场，这也是我们今年第一次来到新庄棒球场观看职棒的例行赛，真的非常有季后赛的气氛。你看后面，嚯、哦，后面，富邦必胜。可以访问你一下，你看富邦多久了？从兴农一拳2009年到现在，对，17年。从兴农也拿过总冠军啊，2004、2005年，义大也拿过嘛。2013年啊，富邦还没。今年相信玉成加入，肯定是很有机会的。对，那这也是我们下一个要问你的问题哦。对于张玉成加入富邦悍将，有什么新的期许？本身我跟他都是基督徒，那从去年最有印象就是打荷兰那支嘛，满贯炮在二局下半两出局，到现在我还是非常振奋人心，蛮感谢他愿意加入的，也是富邦球团这么的积极。跟他做接触，而且我们看到合约也是非常有诚意的。对，没错没错，不输大联盟，甚至好像已经也超越大联盟的基本底薪了。是是是，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张玉成说？玉成，很欢迎你来，恭喜你。那昨天在记者会上，你是说要身体健康嘛？那我相信肯定没问题的。对，我们有最大的上帝，还有一直支持你的球员，不管是支持中华职棒也好，富邦悍将也好，你一定可以在场上发挥你最大表现，为球队贡献，拿下每一场胜利。谢谢你，谢谢，祝你有个愉快的看球夜晚。谢谢。真的有在看球，他连新农几年拿冠军，义大几年拿冠军，他都背得起来。台湾就是需要有这样子的球迷朋友。那在同时，我们的后面这里我们也看到了，这其实有点像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球场旁边这种公园。那我们现在看到有人在那里玩棒球，在玩传接球。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公园到底他可不可以传接球，是不是有什么立牌有写禁止。我最少我目前这里是没看到。不过这也是棒球风气的盛行。再来是我们今天来到了新庄棒球场，车位真的不好找。就是我们如果从新庄棒球场大门口，我们刚光这一条路可能短短的700公尺吧，开了大概半个小时，因为这个路还是比较偏小一点。这一种比较多人的赛事，建议大家一定要提早来到球场。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张玉成的铁粉，先拿着他的立牌以及穿着他的衣服来到了新庄棒球场哦。那我想请问你，知道张玉成被富邦悍将选上了之后，心里有什么悸动？开心他回来，他因为我是师米，所以我们没得选他，其实算有点难过。很可惜，可是他回来反而可以堆高我们职棒的天花板，对，包含薪资在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的，这样子对台湾职棒来讲是好事。那张玉成加入了富邦悍将，你对富邦悍将这支球队有没有什么期许？当然有了玉成加入之后，对他们打线应该会更活络啦，再加上他一些在美国训练的一些经验，如果这边的台湾本土球员愿意去跟他请教的话，我觉得对整个球队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就我认识的张玉成啊，他会非常的开放，愿意把他所学的让这些后辈甚至是前辈知道，因为毕竟他在美国待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对，那学到的东西，像你刚刚也讲到重点，中华职棒因为他的加入，不管是薪资或者是整个水准也都会跟着提高，这是很棒的。他希望他回来也是健健康康的，打出好成绩。那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张玉成说？玉成加油，对，我们期待你回来帮助我们年底的12强再创佳绩。那有没有什么话想对统一师说？统一总冠军还是我们的，欢迎玉成回来。OK OK， 谢谢你，谢谢你。哦、我们在这里遇到中华队的队友啦，中华队全击打完了，打几支？一支。今天看到他很开心，因为我们从国友回来，其实还没有跟我们中华队的队友见面。啊，你坐在哪里？地区。啊，你人来就好，干嘛带饮料？真是的。拿，不用了，这也不是开玩笑。好了，排队订餐喽。来，我们遇到了一个非常热情的球迷朋友，他刚叫我老师，老师，我不是老师啊，我没这么厉害。对，你是富邦悍将，富邦悍将球迷，台北人吗？我是台北人，没错，我从板桥骑车过来，哦，那很近，对，这一看就知道在地的。刚刚在那个停车场也遇到一个在地的，他说吼、哦，就是要停这里。板桥台北人如果要来看比赛，一定都是骑摩托车不开车，因为这里停车比较没那么方便。没错，对，今天应该是来看张玉成的吧？今天是看张玉成跟全体富邦悍将的球队，因为下半。
战绩打得非常好，想进场支持他们。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张玉成说？希望他能够秉持在国外在打球的那奋斗精神，把这个精神带到国内来，把自己当成你就是洋将的心态打，这样才有办法让国内的棒球水平能够提升，比赛越好好看这样子。对，这个非常重要，让他自己变成一个榜样，让中华职棒这些年轻选手这些后辈有一个学习的榜样。是的，没错。张玉成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在场上的拼劲吧，还有在球场上面可以跟队友一起感染，我觉得那感染力很重要，尤其是一个团队，即使在球队在落后的时候，能够靠那种拼劲、那个精神，带领全队发起那种所谓一定可以逆转之心，我觉得很重要。而且非常乐观啊，他真的是一个开心的大男孩，做什么事情都是笑，而且都是大笑。大家如果从影片上应该都可以感受得到，有没有期待张玉成打出什么样子的成绩？我觉得个人成绩当然是很重要，但是很能够带领球队打下下半季的季后赛，这才是最重要的目标。而且他的加入其实也让富邦原本最被人家诟病的打线还有守备位置都一次补强，他的加入应该会使球队起一个很好的化学效应。太棒了！你本身是做什么行业的？我本身是做业务。其实我们采访非常多的球迷朋友，像你这么会说话的真的很少。真的吗？真的。做什么行业的业务？我是做金融保险，我是经纪人。理财经纪人。理财经纪人，但我平常也有在打球，我是打垒球这样子。跟你介绍我们的一款垒球棒，很好打。可以啊，好啊。我们现在把 QR code 放在这里。真的吗？ QR code 来。回去你自己按暂停之后扫 QR code。好，没问题，没问题。谢谢你啦，谢谢你，谢谢。有这个金融理财的问题，我再询问你。好，没问题，好不好？拜拜。今天进场是看张玉成，对，那你对张玉成有什么期待？觉得他今天应该可以打一支全垒打出来。他被富邦悍将选中的时候，你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不是大家都知道我会选他吗？还有另外一个张玉成啊，如果锁歪了、按错了，我是不知道那个 iPad 是怎么样，但同样名字应该就在上下而已，一个不小心按错就完蛋了。野哥不是有1%的人，觉得会按到另外一个。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张玉成说？希望玉成今天可以打一支全垒打庆祝。是我生日哦，今天你生日吗？哦，生日快乐，谢谢，快乐，生日快乐，谢谢你，谢谢，谢谢浩哥，祝你有个愉快的看球夜晚。这位粉丝说要送我棒棒糖，等一下你们两个衣服。这么巧，我刚没注意到我也没注意到这就是缘分。好，那你今天要送我什么东西？我要送你我们富邦 Angels 庆庆97号庆庆的棒棒糖，粉丝自己做的，对，来发给球场的粉丝朋友们。太厉害了吧，他有他的照片哎。好像说庆庆跟那个张玉成是有点什么、啊、长得有点像，他跟很多球员都很像。有人说他像范国成，这是真的可以吃的吗？真的可以吃的，里面是糯米籽，所以他是连照片都可以吃掉。那你今天进来是来看拉拉队还是看张玉成？当然是来看张玉成，绝对是来看张玉成。那你觉得张玉成加入富邦悍将会不会起什么化学效应？我是希望张玉成能够改变一下富邦悍将中心棒次的打线，激励一下他的队友们，之后大家一起更强的火力赢下下半季。因为支持了好几年了，希望今年能有点特别的成绩，对，往上面一点点富邦的粉丝超越胜负的感动，但我们还是会有一点要求的，小要求，小要求。当然，身为球迷朋友，一定希望自己支持的球队可以名列前茅。甚至可以拿下总冠军，这是每个球迷朋友一定的期待啦。那富邦悍将应该也会看到这个影片，庆庆也要看到这个影片，请大家帮我们支持97号庆庆。好，我们把他的 Instagram 把他上来。OK， 好，谢谢你，谢谢。好，我们今天在这一则影片会有中华职棒明星赛两场比赛，各20张，两张一组，总共会有10组提供抽奖给我们的观众朋友。所以大家记得要看到影片的最后方，我们不行，最后方我随时可能会讲出留言的关键字，大家记得要从影片上看到，因为你我知道你们都会去留言区看，有时候有人打错了，你在复制贴上就没有用。全错，我看过这样子，所以大家亲眼见证看一下我在什么时候讲，在 YouTube 影片下方留言处留下我们等一下所说的关键字，大家就有机会可以抽到明星赛的门票。 OK， 谢谢。进场就送这个观战证书，张玉成，赛事编号197号，不错，这个蛮有纪念价值的。我们现在得知到讯息是张玉成今天打第四棒，担任 DH 的角色，没有上场守备哦，应该是为了避免他有太多的疲劳的产生啊。其实严格上来说，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张玉成来说，他是复健赛，因为他也一段时间没有进行比赛了。等一下也期待看看他今天的表现。就我们了解，张玉成他的攻击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还是需要有一些比赛，寻找的一个比赛的感觉。因为我相信在观看我们影片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也都知道，单纯从我们打击练习跟比赛的感觉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要有好的比赛状态其实是必须借由比赛来调整会是比较快的。
接着我们走过来，这其实我们已经介绍非常多遍哦，在每一个球场的主场都会有安排 CPBL Shop 商品部提供让大家购买。那针对这一次的明星赛的战绩环节里面会有一个叫六零种诶出来趴的环节哦，那再来是六队的女孩组成最强的应援团，每天各60位，一饱眼福啊！场外还会有球星的签名会，这一次还有王建民跟陈金峰在明星赛这一次拍照会还加了啦啦队女孩。那那个时候我人在美国，所以没办法到场，预祝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好好的欣赏明星赛这一场盛宴。你今天进来是来看张玉成的吗？对，张玉成加入富邦悍将，你对富邦悍将这支球队有没有什么新的期许？希望富邦悍将今年可以战绩好一点，更好，一定会更好。啊，下半季战绩现在还不错啊，加入张玉成之后应该会更好。我今天想看全垒打。不是你想看，大家都想看。我想看。OK OK， 谢谢你，张玉成他有一棒把球轰出大墙的能力，那我们期待今天晚上他可以有好的表现。打席面对到布雷克，第一球出棒带得非常的高，在右外野方向，林嘉伟站定位完成接杀。刚刚张玉成第一个打席打了右外野方向的飞球，但是第一颗球就攻击超远，所以这一种旅美的好的打者，他们的攻击策略拟定其实真的非常的明确，就那一颗他设定的球进来他就是进攻了，比较不会容易去做过多的等待。普遍说实话，如果是各位观众朋友，你想象你如果是张玉成，你第一个打席站在打击区，你会不会多看一颗球？欢迎大家在影片下边作答。好，那我们看到张玉成刚刚挥棒落空，遭到三振出局哦。那我们看到从一好一坏开始，布雷克是配了一颗外侧低角度的变化球，诱使张玉成的挥棒。那下一颗球就采取了一个高的直球，利用速度以及视觉差让张玉成挥棒落空。一好一坏。我碰到了地上，这一回要来看一下陈崇廷行进间的传球 ，out。OK， 刚刚张玉成打了一个内野的滚地球，从这个打席我们看到布雷克连续使用三颗的变化球来对付张玉成，可惜击成一个内野的滚地球，这还是只是第一场比赛啊，就如同我们赛前所说的，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对张玉成来说他也只是一个复健赛的一个感觉，因为他也太久没有实战的比赛，到目前为止3-0，现在比赛进行到7局上半，也许可以，还会有一次打击的机会。等一下，我们再看看他的第四次打击会不会挤出全垒打。你看，哦，这一台大炮应该要15万块，相机大概5万，镜头大概10万。因为我刚刚有问他。刚刚哦，应该是一阵爆音呐、啊，灵魂歌姬耶！我终于听到现场版了。其实这个就是我所说的超越胜负的感动嘛。虽然球队现在是12-1输球，但是因为打了一支全垒打，那这些啦啦队他们各有各的长才，对他们来讲也是个秀啊。我听到我也觉得哦，很好笑，很好玩。很多时候其实球迷进场不只是为了胜负，我觉得这样子跟球迷的互动是很棒。We'll be right back.
程在2024年的7月12号周五，在中华职棒的初登板，他从韩威伦的手中敲出了一支二垒安打，这是他在中职的第一支安打，就是长打，今天4-1。OK， 刚在第四个打席，张玉成击出了中华职棒的首安哦，在这里非常恭喜他，打的投手是独独潘威伦哦。张玉成他今天这个调整速度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快了，短短的四个打席就可以调整自己击出首安，对于很久没有比赛的选手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因为张玉成他是大联盟等级的球员，所以他仅仅花了四个打席。那中华职棒今年明星赛的抽奖关键字是我想去明星赛六个字，在 YouTube 下方的留言才有，在 Facebook 里面没有。明天晚上10点会抽出，大家关注我跟报纸的 Instagram， 会公布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得奖者请你们私讯报纸队方长勇的脸书粉丝专页，给我们你们的姓名、电话以及地址，我们会尽快的把这些票送到你们手上。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喜欢片欢迎点赞分享，并且打开小铃铛。那我跟报纸的 Instagram 帮我们追踪起来，还有我们的团购群组，这个 QR code 大家扫进去，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们下次见，拜拜。